它做配置的做很好，今年肯定会2亿吧，就是配置，美国进口和日本进口的，包括目标。他我解说的，就是听到的感觉，今天一块吃两次饭。我上次来吧，他就说他给我介绍做海鲜的，介绍洛阳去做海鲜的。这次我们来之前吧，他打了两次电话，我说到南京给你打电话。那你俩去以后，到南京打电话，他带。